裤子上标233是什么意思？裤子上标233的意思 ，L 表示裤子的码数，大小为大号，33表示裤长，也代表腰围 2.6 尺。裤子的尺码是根据腰围、臀围、裤长等尺码数据来划分尺码大小。服装尺码标准是在人体基本尺寸的基础上，根据不同的款式，加上合适的宽松量。服装的规格尺寸一旦确定以后，它就是服装制造的依据。常见尺码对应的腰围，26码的裤子对应一尺9的腰围，27码的裤子对应2尺0的腰围，28码的裤子对应2尺1的腰围，29码的裤子对应2尺2的腰围，30码的裤子对应2尺3的腰围，31码的裤子对应2尺4的腰围，32码的裤子对应2尺5的腰围，33码的裤子对应2尺6的腰围。常见服装有两种型号标法，一是 S、M、L、XL， 二是身高加胸围的形式，比如160、80、165、85、170、85 等。